我今天就怀两杯。是啊，咱结婚之前嘛来这约会，而且到这位阿婆要以最后的风吹。 会记哩？当然啊！我刚才把我讲过，用启用包甲子谦来接帮风吹，若无子谦这样的进攻，一日讲唔对去，伊绝对会起怀疑。看起来我接到迄通讲家己是启用的电话，应该只是恶作剧。 我讲会记哩，迄个时阵，咱甲外梦写伫个风吹顶悬，想袂到风吹的线断去，一开始我阁真烦恼，惊咱的外梦会乌有去。好佳哉，你也有啊。以我的经验哦，风吹线若是会断去，表示讲迄线无够好，后盖我做一个阁较好的风吹予你哦。我保证，绝对不会关关，而且绝对哦。 煞袂转去。你头前就徛遮，毋捌放过风吹啊！你袂记得哦，我自细汉就是天才儿童，就表示讲哦，我是一个无童年的囡仔，毋捌亲像一般囡仔安尼过生活。有些事情，你认为讲我无时间头做风吹予你？ 我做一个风吹哦，十分钟尔。十分钟做好一个风吹，你是啥物时阵开始会晓讲白话？其实头一届做风吹是有开30分钟啊，不过一次哦就飞上天啊。我来甲过去做风吹给阿外的经验讲出来。 唔知影之前，敢有发现什么唔对的所在？既然你这么厉害，那安尼我要助阮，我会一个上好上好的风吹。既然是我心爱的太太助阮的，我一定要用心做一个上好的风吹给你。我就知影我的老公对我上好。 今日迄个牛真水呢，两个人哦来遮行行吹风一下，感觉就好诶。你敢知影？大概我感觉最幸福诶时阵，我拢会想着火烧车迄天你对我诶表白。车伫要爆炸，你叫是讲我搁伫咧车内底，你是拼性命要救我。 你甲驾驶座的车窗弄好破，家己受伤煞毋知影，我真正感觉足感动的。唉，咱毋是讲感情着要接受考验，安尼哦，咱才会当了解讲这世间上谁才是对咱来讲上要紧的人。你毋是我的客户，若无你，哪会无发现我讲毋对？迄当初你弄破的是副驾，毋是驾驶座的车窗。 我有讲不着啥，无你两蕊目睭一直掠我轻轻看。无啊，我只是感动到，毋知要讲啥。啊，若是逐工拢会当看到遮尔水的画面，毋知影有偌尔好。是啊。 而且还有家己哦，伤心嘛的人咧身躯边，这就是人讲的哦，人生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哎呀，海秋款，海秋款无去啊？倒位？差不多呢，啊，可能是落去遐。咁真实啊，那真歹找呢。无我买一个新的给你啦。 袂用诶，迄是超越上河咱诶结婚礼物，迄是外口买无诶。哦对哦吼，啊我送诶，一定要找着啊。
管你是哪里来的妖怪，我一定要替你报仇。敢是？那个人外倒啦，我把你惊着啊！有安怎无？我无代志啦。来来来。哎呀，就穿高跟鞋，无说你去怪着。哦。哎呀，我小款伫遮呢。好佳哉，你拄则无继续找，这就危险的，若是跌落去就害啊！真正是好佳哉。对啊，我想到这附近有一间法式料理，听讲迄个料理哦真正痛。你咧附近呀？咱即马来去吃哦，顺手啊替你带件。好啊。好，咱即马来去。看你，因为恁爸爸害你这么痛苦，我嘛看到足不甘的，嘛给我足安慰的，因为你的善良，你做出正确的决定，妈妈真是有，真是真替你感觉骄傲呢。妈。敢不知影，明明我已经死几十年啊，现在今嘛阁活跳跳徛在你的面头前。你家既然回来我的身躯边啊，啊，怎啊回来迄拢无重要，我也袂去想遐尼啊多。你只要会记得，一定要甲我健健康康，好好甲我活落来，知影无？妈。事实就是事实，咱袂当阁躲避。其实我会当活落来，英台，是我的心上有拜一条魂。你即马讲啥？你身躯顶有恁爸爸一条魂？我愈来愈无法度忍受拜所作所为，应该是因为我身体的机体慢慢生气。这是将一些抵抗，我根本什么都不是啊！今摆恁爸爸因为伊的魂拢走了了啊，干那迄个身躯已经拢足虚的虚到要死去安尼。假使讲伊若知影讲，伊有一条魂伫你身躯顶，伊一定会想尽办法要甲伊讨倒转来。可能讲会点点拢无动作哩，这无合理。一定哦，是你想唔到的。莫阁找理由啊！我嘛是最近才知影一件代志。那呢？那呢？你千万唔通互知影讲，伊有一条魂伫你身躯顶。那无吼，伊一定会想尽办法要把这条魂收倒转去。爸，爸已经知影。你当初因为吴婷的命案，我去找冤家，我一生气，就把代志拢讲出来。你哪会这么糊涂啦？你若是公公才能送目睭好，你才是啊无命呢。袂啦，爸有答应我。我唔管伊答应你啥物，你绝对拢袂去相信伊啦。伊这个人哦，为着要达成目的哦，啥物死人骨头话拢会讲讲出来。袂用的，我一定爱保住你的性命才用的，我一定爱。对，我顶边，我顶边要用毒药甲偷死，迄药已经还佫有剩的。来好死，那么用到绝对无命，听我讲，妈，你看你眼睛呢？爸，这个袂骗我，我感觉会出来，伊真要紧我这个后生啊！你是讲什么笑话？当我连你两条水流去也是？爸，伊是当阵我请伊爸利用蝴蝶
奇跡的吴信泰。我爱答应我，伊若是答应我莫阁做歹，我就甲身体用到强体用，然后伊的分配就当当伊的身上，伊就当恢复健康啊。伊安怎伊？听着我咧讲，伊足生气的，伊叫我莫大主大意。伊讲，若是我是因为伊一条魂才当活落去，伊甘愿莫收回一条魂，嘛会甲我保命。伊真实的是甲你讲，你敢确定讲？伊因为毋是要继续来利用你，所以伊才要来保全你的性命，啊？不管是啥物理由啊，即马我的意识又袂受到伊的控制，违背良心的代志，我袂照伊的指示去做。是讲，啊，我感觉我的前路。茫茫渺渺，若不是我的身上搁排着囧家，还有子倩的性命，我性命，我哪会讲出这种话？伊会相信我，是因为伊叫是讲我是用客用，因根本唔知影我是一个死阿鬼。我唔管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，只要你吼搁我的话条，都在我的身躯边。安尼，我就心满意足啊！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好好甲我讲个，你绝对袂好甲我忘记，啊，若无我真正会放弃啊！啊！老板，啊，好佳哉，你回来啊！啊，我害你阿妈这么伤心，唔知影安怎甲安慰啊！阿妈。啊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哪在哭？嗯，无啦，昨嘛恁隔壁啊，伊就来甲我讲一句我阿侄的代志哦。啊，我阿妈听是有种唔甘的，是有够可怜的。啊，听啊听，我来昨下目屎全淋落来。隔壁，啊，你是阿侄啥物？是嘛无啥啦，就公司顶关的代志啊，就甲子倩有淡薄仔意见袂合，有起冲突。虽然讲后壁拢讲好啊，我是感觉着有淡薄仔不准，所以我才走来遮搬救兵。结果煞害你阿妈这么伤心。啊，是啦，阿龙爷哦，听到这唔甘的。阿妈。你是不是搁把阮客伯当作神爸？好啦，你莫搁哭啊啦！啊，客伯是来讨救兵的，你唔呐无甲咱安慰，嘛无替人到处注意，搁伫遐哭，你安尼害阮客伯搁嘛就难过。袂啦，是袂难过啦，只是淡薄仔歹势尔。无啦，是我较歹势。我都袂是敢那爱哭神出世的，我咧，恁家爸啊，都喊你几时来咱家，啊，我即马哦，来传一寡宵夜互恁食，啊，恁就偷偷开讲的哈。哎呀，我食饱。想袂到我甲家爸这么有默契呢，啊，这应该嘛是阮爸的身体纪律对吧？应该是哦。啊，卡叔讲安尼假嘞假嘞，嘛变作是真个，应该嘛袂歹。啊？阿妈！这应该阁是恁爸的身体基底做出的反应啦。啊，恁去看麦，你走发看麦，看发生啥物代志啦。哦，好，无，你先坐坐，我去看麦。